上锤断的梅卢。来吧，杰拉，今年杰拉打贪婪啊，植物直接让他没孤立。欢迎来到英雄联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碾碎他们。你没打野英雄就别选打野。我这个，我操，差点被动。我这个英雄打野很厉害。来，靠近点儿。这队友对我们这个英雄发出了质疑声啊！没事，打完这把，他的质疑声将统统消失了。呵呵，中路也对我发出了质疑声啊！可以，他们打完这把要给我道歉了。森林里还有着许多惊喜。哎，很多人总是对自己认知以外的事物保持着质疑的态度啊。我只能说先相信再质疑啊。逃出我的掌控。刺穿。藤蔓。发芽。要谨慎行事。很快。小镇的掉落有规律吗？没规律，随机掉，在你附近，甚至有时候会多掉一个。主动的种子60秒，小的话，那个是30秒。它在你附近随机掉的。你的 W 的种子它是优先保留下来的。欣欣向荣的花园，生命。这种子给我暴露了，我操！他肯定看到了。这是真的，直接一闪魂都秒了。他刚才慌了有点，帮着九月拉一个头，奖励自己吃个车。哎，我这一闪他没看出来吗？怎么没点反应呀？他该不会不懂我这个是一闪吧？这没点什么数字吗？先等我的种子扎根。
间万物中，表里如一者又有几何？准备，死亡在这儿吧。这九月刷野速度是跟死哥一样的，最快的那一档 T0 级别的。已经六级了，很快五分半。大招洗衣方种子电浆放一起没孤立捆住植物放一起没蓝了不然他要死了可惜没有蓝了许多惊喜比死哥快还好吧主要是有 很多人玩死哥他不会刷这个刷的比较简单一点死哥上手难度比杰拉要难的你不会刷你就会觉得死哥没那么快主播老杰拉老死哥了在这一块还是很有发言权的啊。要看得如此之多。打个就好别断节奏。第一个打得最快而且收益最高啊。挺多的只是建立在第一个知道不后面两个收益的话还不如第一个高呢加起来而且打得还贼慢有没有认真在听讲 左边听进去右边耳朵出是吧把声音拉高白费口舌了真的是刚说完第一个经验高还有问先等我的种子扎根是你世间万物中表里如一者又有几何回头可以给对面秒什么意思啊等锤石吗那我就先上锤石呗五级 EWQW 啊起再 QW 在我的荆棘花园你还想活一近一远近战减速这 E 的话是这个近战的植物来靠近这远程的话就是射程比较远一个4400一个575 Q 的话是远程的 E 的话是近程的好像网卡拉都是这样就等残血就来了
基本上都这个样子。在旁边先 OB 一下，随时准备 K。他被动就叫荆棘花园啊，看到没？还没刷呢，给走了。要看的如此之多。纯 K 子。对面左一过来了呀，给他秒了，可以。等个 E， 等个 E， 等他回来。捆住，哎，没给他捆住，可惜了。他开 W 有加速啊，他不开这 W 肯定是死了。欣欣向荣的花园。就弄那个他了。我们不怕他，随便打他。来嘛，我就来你脸上 ，Come on！ 我也不怕你，只要植物招出来没孤立，他就得走了，他不走要死。我没状态了，这奎特尼好像过来了，四五杠零。呀，开局两个呵呵的怎么就不行了？还得我来 C， 我还得带他赢，这必须得给我道歉一下，不然我不带他们两个赢。怎么质疑我的反而线上爆了呀？先等我的种子扎根。海燕，爆裂！世间万物中，要踩被动，等个阿莱他死，看好，起！上兵堆，卡利斯，他怂了这个人，不然他也死了，差点点钱。这场上都不想杀我吗？我这一千块呢，不爆一下金币。把兵站买了，好了，面具兵站，这打法跟火狼差不多的，这两个核心装备啊，火炬就别买，买火炬感觉伤害是太低了，太功能了。这长狼估计在打龙，看一下了。记住没有？算了，植物出来了，可以打了。对呀，拉扯要等被动。不怕，
妈的，这皮卡莎满血永远见不到他人，残血永远能见到他人。这玩卡莎都这个屌样嘛，满血唯唯诺诺，残血重拳出击。有没有卡莎玩家出来解释一下子？他每次要来过来摘桃子，他在旁边看，不知道在看什么。这个人，你吃了你又不敢打，吃了经济。吃相有点太难看了呀，你吃了你得有用啊，得 C 起来呀。先等我的种子扎根。世间万物中，表里如一者也有几？这他妈现在不跟我们打，杰拉反打比较好打。对面怂的话，你反而不好杀他。只是一朵无害的鲜花，很快。我们在龙坑这边有植物被动一直在刷新呢。没有人会逃出我的掌控。先减速一下，一直在捆住他。再来个 QW 起。先溜一下，奎桑蒂来了。你干嘛？可惜一丝血。要谨慎行事。黑塔、啊、在植物附近打就行了。等他们追，他们越追我们越好打，杰拉反打能力很强的。差点点钱。先等我的种子扎根，爆裂。世间万物中，表里如一者又有几何？
你就给他秒了。捆住，再杀，在后面抓植物就好了。这螳螂一直在 OB 盯着我们。再来个植物，有冰杖，别想跑。他一直想切我，结果这么肥的装备没伤害，他确实打不出伤害。他打伤害的话，我就捆他了。但是我是远程啊，我能打伤害，他只能在旁边看。我们技能傻了，在旁边 OB 就行了。他在旁边 OB 的话，就真的在 OB 了。再来件什么的，可以。那既然都刷六了，那我就原谅他了。还有杰斯吗？啊？还有杰斯呢？哦，不对，这是卡莎发的，不是皎月发的。我以为是皎月发的。看错了，皎月杰斯说话。等一下，在植物里面打，退下来。你还搁那没说话呢，第一个说的是他，这杰斯也干了啊。还搁着嘴硬呢，这把都被打崩了，带你赢嘴巴还要硬吗？杰斯没说话吗？那我看一下，是皎月说的吗？我看一下录下来啊。没事，我们回放往前倒一下。先等我的种子扎根。我好像还真是皎月说的，我的，差点冤枉他了。行，那这把就皆大欢喜了。既然那个皎月道歉，我就原谅他了。世间万物中，表里如一者又有几何？只是一朵无害的鲜花。发芽，来，靠近点。就算他没说，队友玩的这么 C， 刷个六很难吗？啊？来点正反馈不行吗？他这把都对线被打崩了，带他赢，那他刷个六很合理吧？我来单挑个大龙可以，得先把眼排了。
哎，直接拿下吧，拿下。四朵花加九又可以秒了。再来一个火龙魂。要看如此之多。先整个帽子吧。三龙了。欣欣向荣的花园。大招不是召唤花，是强化，知道不？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让他充血，让他充能了一下变大了，变厉害了，持续时间变久了，血量变高了，伤害也变高了。整个大了，大还差一点点。这不第一时间大没好啊，最后竟然来一个，想一下了，可以来个银眼吧，输出拉满得了。只是一朵无害的鲜花，那个大了能秒魁三体吗？不一定啊。我先给他 A 了，别在大里面打。喷，再喷，扛，扛来捡肉了。哦，真的肉啊，他应该能杀吧。大影魔刀，我感觉我得出个金身，对面三 AD 有点吃亏啊。来个护臂吧，稳一点好了。那没办法，那么点血，不吃孤立，你站在原地让他 A 一下也得死。你站在原地他就能 A 你了，这有什么区别呢？这有的弹幕怎么都这么可爱呢？这螳螂被动开二的时候隐身刷个被动伤，这个普攻伤还是挺高的。还有着许多惊喜，差100块钱，然后带一下，我还没到呢。我们 AD 辅助没什么血，他们估计要上了，我来了，别怕，勾引一下，先别暴露，先别暴露，给他们上，记住了吗？他吓我一跳，他想干嘛？植物再喷一下，起来，混住。一波了，应该
一个小技能结束。直接拿下。打了四万伤害。我一个人伤害都比中上加起来还要高，那他们刷个六很过分吗？